头痛头晕、便秘水肿等等，大家的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呢？这些的不舒服其实是跟我们腹部有关系的，有个动作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影响，它的名字是搓揉腹部按摩操。顾名思义，我们只要搓揉按摩腹部就可以了。今天教大家的就是可以很轻松地保养身体的专家永井俊先生，他创的伸展操长者做都没有负担，所以大受欢迎，对腹部好好的搓揉腹部按摩操，大家都一起来做啦。搓揉腹部是什么来的？是简单来说，就是为了令内脏得到运动的腹部按摩手法。按摩啊？是便秘啦、发冷啦、水肿，还有肚腩突出来很难受之类，全身无力，还有是腰痛、肩周炎，还有头痛都很有帮助。所以是全身的？是，这些身体不适很多都是因为腹部而导致的。这个按摩操是可以改善健康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腹部健康真的很重要。是，首先我们来检查一下大家身体哪里疲劳。好好，我们是要检查腹部的八个地方。首先是按照编号轻轻地按一下自己的腹部，这样做就可以知道我们身体哪里不舒服。首先我们以肚脐的位置为中心，好，由肚脐向下四只手指，记住这个位置，由那里再向右移四只手指位，向右，是，就在肚脐右下方的位置，手指第一个关节左右的长度，这里就是一号，跟住轻轻地按一下这个位置，一号，是，按下去痛不痛？硬不硬？好，我觉得比较一下会更加容易理解，跟住我们找二号位，今次是向上四只手指，即是肚脐的右边，再按一下这个位置。好像感觉不太好啊，感觉有点痛啊。有点痛？比一号痛一点啊。痛过一号？好，跟住是三号，再向上四只手指位。好痛。好，三号我没什么东西啊。这里是三号，好，今次移四只手指位回到中间，这里是很多人觉得痛的位置来的。真的好痛啊，老师，痛死我了。的确是有点痛啊。没错，真的好痛啊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辛苦。好辛苦。不得啊。到五号，又是四只手指，今次就是向左边。三号会痛，但五号就不痛，完全没事哦。五号一点事都没有啊。好，跟住落嚟是六号，向下移四只手指，肚脐的左边。然后再向下移四只手指，就是七号。七号系。最后是肚脐正下方，向下移四只手指，就是八号。八号。是咁，呢啲号码分别是代表咩呢？问得好，根据唔同嘅位置就可以知道身体边一度觉得疲劳。好啦，大家究竟觉得边个位痛呢？呢张图用编号表示腹部不适所代表嘅器官。原来系咁，系就系、是、咁样啦。自律神经都系。二号或者三号右边呢度觉得唔舒服嘅系肝脏不适。因为喝酒或者心情焦躁之类累积的疲劳，即系万女士就系咁啊！佢成日饮酒，一觉得烦嗰阵，讲得冇错，咪住先啦，系结婚之前啊。四号是心脏或者自律神经太搏命或者用脑过度等等累积的疲劳。喂，四号痛，唔好呃人啦、啊，系咩话？太搏命，仲有用脑过度之类，所以我先会咁。你呢度最冇事啊，冷静啲，你用拳头按落去都唔会有事啊。知道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之后，终于要开始做按摩操了。做这个按摩操之前，首先要由放松腹部的热身运动开始。用手指的这部分搓肋骨下缘，位置差不多就可以，搓肋骨下缘的这个位置十次，一二三，没错，慢慢搓，大约十次左右。好，跟住就是开高叉的这个位置。老师你讲真的？是啊，没压力的，没压力的，是是。再搓这个位置十次。这里是淋巴之类流动的位置啊。讲得没错，类似就是将出口打开了先。你好猥琐啊。做完之后呢，你好核突啊。最后是以肚脐为中心，好像画圆咁。究竟是
順時針定係逆時針啊？問得好，我哋順時針就得噶啦，打圈搓十次左右。係咪用單手就得啊？係啊，單手就得。淨係搓就得啦。如果係小朋友，只要搓就可以舒緩腹部疼痛，放鬆之後可以改善血液流動，因為咁就可以令腹部做好準備，令到我哋之後要做嘅按摩操更易發揮效果。咁就好舒服，好想瞓覺。而又放鬆啊！首先用手指來回搓肋骨下緣嘅位置，大概十次左右。然之後左右來回搓開高叉嘅位置，大概十次。最後就係我哋順時針打圈搓成個腹部，亦都係十次。由腹部改善我哋嘅身體不適，大家一齊試做搓揉腹部按摩操。自己覺得痛的位置大家都記得，好，在那裡附近用手指一個關節左右這樣插進去，由下向上插進去，要插得好入是，如果太痛的話就不用插得太入，好痛啊。在這個時候這樣上下搖下它，好痛好痛好痛，這裡好像有些東西，好像是有點硬塊，好像有啊，好痛好痛啊，是不需要太用力按的，我們只要上下這樣搖就可以了，搖下它是想裡面混合在一起，好像想放屁，是，讓我看看做成，如果我真的放屁大家不要笑啊。老師，這個時候呼吸要怎樣配合呼吸做的話可以加強效果，首先我們可以吸一大口氣，跟住咁樣配合手嘅動作，用呵嚟呼氣。我二號位開始唔痛啦。啊，開始唔痛啦。係啊，痛楚完全唔一樣啊。咁就好啦。分別喺覺得痛嘅位置，好似咁重疊雙手，手指嘅第一節關節輕輕咁撳住佢，然後吸一大啖氣，呵呵呵咁，逐啲逐啲咁呼氣嘅同時，我哋再上下咁搖。老师啊，这个按摩操究竟有什么功效啊？是，内脏都要靠肌肉来运动，如果太累肌肉会变硬，严重的话还会觉得痛，如果放松了肌肉之后，那肌肉就不会累，就可以增强内脏的机能，当我们的肠胃变好了，排泄系统都会改善，那全身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加好。原来是这样。老师，那我们按的时候究竟要用多大的力度才对啊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轻轻力就可以了。蛤？没错，比起膊头或者其他地方，腹部是最不想被人用拳头打的，因为我们的腹部位置比其他地方敏感，所以温柔的刺激就已经足够了。大家要记住了，不要太过大力去按摩腹部。跟着下来是高级版，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按摩操。今次是按摩操高级版，好像在这里打转一样，这样转着来的。今次是按住腹部的手指，不是上下地搓，而是要好像打圈一样将它搓揉松开。啊，好像很犀利啊。啊，好痛啊。好痛。刚才不痛的地方又开始痛啊。仲以为医好咗，点知仲系会痛，因为里面仲有大 boss。有大 boss 啊？系，我哋咁做循环会变得更加好。好痛啊！身体好似开始发热啦。系啊，越嚟越气，有啲热啦。系，比起初级版增强咗四成嘅效果嘅。小手先生觉得点啊？我出力揿落去打圈就好痛，但系我觉得唔错，因为我个肚腩好大，转五次左右手臂就开始痛啦。可唔可以请你教我放松手臂的伸展操啊？可以改善我哋身体不适的搓揉腹部按摩操，每日做一次，持续咁继续做下去。